龙王飞过来啦！哎呦！我直接一把闪现，海拳，啊，要是一人一个就好。哎呦，阿不出来，来个风，这个位置阿不出去，必须有 W 配合才能阿出去。走喽，他六级直接放大喽，打不了王了，我给你上三钻，打果子吧，多扛了下塔，不过过去 EQ R A 就行了 ，EQ 过去开大 ，EQ W 开大，然后二段 W 就行 ，W 去 A R W 去一下 A。现在前期好像看不出来什么东西，因为他本来前期就没有双额外双抗，所以说他是缺装备起来的坦度什么的。两下，行，哎，打不打？直接开大吧，哎，九十点护甲摩卡，他是额外护甲摩卡削弱，那如果削了额外护甲摩卡的话，那是不是这个千变就没有那么厉害了？防御打是真勾勾的痛啊！他的那个喷火被打断了，你补个点燃。好兄弟一起吃，一打不 Q， 哎，一打，哎 ，Q， 哎哎 ，Q 在，开大之后是一百点双抗，有那个轻剑的情况下，一百点双抗。正常情况下有两百点魔抗差不多应该，那就是要掉一百点魔抗吗？就点个额外双抗，是你后面买装备的那些东西。正常魔抗有，大概两百的样子，那开大就只有一百了。
海轩，我要被小兵打死了。他三个版本我就杀完了，两帧的，双抗减太多了，我去，我再 A 出来一下我就杀完了。他们在干嘛？能玩吗？这英雄我不知道，目前看感觉这大招得更熟练吧。开关，跑得好快，我不能把他打下来吗？真能玩无限火力，我再扛塔，
别刷爽了，我在刷扛伤害是吧？疯狂刷成伤，感觉能刷十万出来，真的。打了三万，扛了三万，缓和了七万。希望大家能够订阅，以后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我的内容。谢谢大家。